那其实之前呢、啊，也有人在那个我们的粉丝里面跟宝可梦就是 order 说，那为什么不送现金？那其实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玉山银行他给我是 PB， 那我要怎么把它换成现金给大家？这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那好礼加在就是我们那个拍情报信用卡，它其实就谈到三月底嘛，所以我又在想了一个方法来做一个变通，比如说，哎，我们三月一号到三月三十一号，如果有从我这边办卡的人有超过100个人的部分呢，我就有好礼要送大家啦，就是这个哦，我们四月份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送300块的现金给20个朋友，这20个朋友呢，他的名单怎么来的？就是你们有来跟我领过咖啡，好、哦，你就符合这个名单。那当然，这个名单因为我们这次现在送的东西都还蛮贵重的，好、哦，这次送的是钱。所以说就是我会再送交给玉山去做审核，如果你确定是在我这一团里面，就一定有这个抽奖资格。那这个抽奖资格者呢，就是从去年10月有跟我这一团到3月31号为止，只要有跟在我这一团的都有机会可以抽中。所以这次宝可梦就是要回馈粉丝的部分。对，